哎，该这里，我坐牢。这种题目，题目干嘛？他希望说把这四子抓起来背起分解，被A加分解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种题目我们在数学上把它称为什么？以低表高，老师们讲过。 题目说希望说把这个式子完全抓起来背起，被 a 加2重新分解，对不对？对吧？ OK， 用比较低的 a 加2重新表达，这比较高几次？三次。那碰到这种题目怎么做？把它抓起来，怎样？连续综合除法，行不行？把它翻译怎么算？把倍数，把这个式子当什么式？倍数式，行不行？告诉我三次式几？一、两次式几？五、二、一次式一？ 函数下式几？六。Hello。背起出 a 加2除，被 a 加2除，所以说这边白棋。五二。对吧？一负二相加负四，负四乘负二八相加九，九乘负二负十八相加四七，负十二。除下去第一个余是余几？负十二。这负十二就是我的除，再除去。 再抓起来背起除，负二除，一乘负二，负二加起来负六，负六乘负二，十二加起来是几？二十一。这二十一余是余几？二十一，二十一就是我谁？十。继续抓起来背起除，负二除一，一乘负二，负二加起来负八，对吧？这负八就是我余是余是谁 ？b， 这样行不行？我除了这么多次，对吧？ 各位，那剩下是一个几？一还可以再除吗？不行了，这个一就是我谁 ？A 除出来了。各位，最后把这题看一下，好不好 ？OK。